Catch 'em al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怪盗浣熊，今天继续来履行我们单身狗的义务，拆散情侣大作战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上次已经拆散了26对情侣，那我们今天来拆散第27对吧。好，走起。来游乐园玩要搭云霄飞车啊。可是我觉得我给他饮料不对，他拿给他女朋友，然后他们就和好。我们搭云霄飞车看看。可是这样我又觉得不太对。哇靠，这什么新的游乐设施吗？居然还有爱的降落伞，是不是这么先进？在哪里啊？我要搭。那我这次给他喝饮料看看。哇，他喝完这个脸色不太好。哎，我刚刚没有发现有这个保险杆，好吧，走吧。难怪他们自带降落伞啊，真的厉害了，我的兄弟。这次这样子可以吗？哇，哦，他很怕。哇，吐的女朋友全身了。哇，好，又成功拆散一对啦。是什么？捞鱼，给他，给你。不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捞金鱼？为什么捞金鱼是用那个？哇，随便点到。哎，有个帅哥来了，怎么又是你大哥？你看看他这个手，不知道单身几十年啊，变成这样啊，好厉害啊！哇，去插了一只大鲨鱼回来，海王是不是？女朋友直接跟人家跑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关。哇，这草丛里有什么啊？草丛里有蛇，不知道。哦，又是那个单身狗的手手。哎。哎呦，不是，剧情不是这样的。东西洒出来，口红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口红，哎，是丢草丛吗？我靠，一个猥琐变态！哎，哇，居然这样就过啊！旁边那个手手嘞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接着下一对。看这像什么？云啊。鸡腿，直男啊，像鸡腿。今晚来我家，我做。哇靠，不是吧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不能先是不是？啊不，那怎样？啊？这像什么？像你。有什么可以用的吗？天啊，我猜不上这一对啊。哦吼，哦吼，已读不回，女朋友生气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玩拆散情侣大作战二。毕竟明天就是情人节了，我们今天要把我们单身狗义务尽满尽好啊！我跟你讲，能拆散多少对就拆散多少对，不然他们在路上撒了满地狗粮，谁要来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第一对，你们完蛋啊。欸，这是教学是不是？眼镜拿掉，哦，很帅。然后呢，给他戴。看无，目睭花花，看无女朋友，女朋友走掉了。好，我们简简单单拆散第一对了。好，接下来是这一对情侣要遭殃。这是怎样？现在这是要怎样？哦，玫瑰花，不是吧？弄巧成拙啊，乱来啊！所以这关要怎样？乌云，哦，电到，这可以这样电是不是啊？哇，两个被电死是不是？哦，不是吧？我靠，他们在一起这么久啦、啊？然后嘞，冷气遥控，冷冷，哇靠，要抱在一起啦？不是吧？不要啊！ありがとう。你们这样伤了多少人的心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怎样？这是
到整夜啊。咦，啊不然嘞，那个球球要丢哪？哦，狗狗醒了，哎，又睡着，狗狗醒了，球球，狗狗醒了，球球，哎，然后嘞，哇，咬出小黄书，这狗懂懂看哦。下一关怎样？要看电影是不是？打翻垃圾，要把女朋友赶走是不是？哎，来了。来不及了，不要啊！不要再伤害单身狗啦！烦哦！哎，把时间拖走。哦吼！把时间拖走啊，然后嘞，交换。鬼！啊，我明明换上去了吼，这时间不可理喻啊！39，好哟！哦，为什么这次成功了啊？我刚刚明明也有放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帅哥把脚伸出来，丢香蕉皮，看你摔倒，再交女朋友啊！你看摔倒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吧？在一起是怎样啊？这个男的脚不要伸出来，然后滑倒。哎，为什么还是啊？奇怪。啊，不然要怎样？要怎样？要输了，要输了。这个要怎么用啊？奇怪。然后，这台机器根本不能用啊！想怎样？奇怪啊，没有道具了。喂，喂，卡关了，完蛋，卡关了。又来又摔，假摔，很会摔。你当作你是女主角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到底是哎，椅子这边常录影带是不是？把它换掉，换看恐怖片。嘿嘿嘿 ，Go Go！ 哦，又踩，不是吧？哎，这还在一起啊？所以要让他过去是不是？来哦，大家来看贞子哦，啊，顺利的过去，好，哇，这贞子怎么看起来像男的啊？哎，果然是女主角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如果喜欢我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